究竟乜嘢系潜意识？人有冇灵魂噶？社会上咁多奇形怪状嘅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
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啊？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Hey, 大家好，黄伟文一家之言，翻嚟下半部分。以后可能唔系一家之言，因为有阿 Lance 喺度嘅。我介绍自己先，因为可能我听众都可能就系听师傅节目啦。其实我就系、是、因为之前就阿小鸡帮手推咪嘅，而家就我推咪就可能就帮手搭下嘴咁样。好啦，咁我就即系读一读留言先啦，喺呢、這个、Facebook 上面咧。咁喺师傅张靓仔上咧，咁啊好多人就话师傅靓仔啦。咁其中有一个咧，呢个唔系留言，呢个唔留，呢、這个赞美系嘛嗱。咁先有一個留言就係幾好嘅，佢就引咗篇叫做《謝年中》，又話咧網絡23条，就話網上信息泛濫，大家要把握精髓。佢23条嘅作用咧就係減少批評言論嘅傳播同埋殺傷力，因此一啲重複嘅內容咧已經有機會遭到刑事指控，呢個係刑事版權，即係仿字啫。我呢個引得唔錯嘅，呢個聽眾嘅留言。系啦，呢个系谢连章律师嚟嘅，系啦，所以佢好针对住呢个所谓民事同刑事呢个咁大嘅差距，因为由民事转刑事咧，个权力俾咗喺政府度，而政府咧就喺执法者度。嗱，呢个好危险嘅。香港传统系点咧？用法例嚟管理香港嘅，就唔系由执法者管理，执法者只系执嗰条法例嘅啫。而大陆就唔系嘅。如果你做大陸採訪過，你就知道啦，好苦嘅，苦喺住乜嘢咧？佢啲條例好彈性嘅，佢要跟因應現場情況靈活處理嘅，即係釋法啊嘛，又係嗰樣嘢。咁就變咗，如果一個執法者咧，我同執法同 Lance 執法會唔同嘅，冇錯，係啦，所以變同一個器具，譬如我哋搭個錄音機去以前，即係1982年咧，中英會談嘅時候咧，戴著野夫人嘅時候，佢啲細細個錄音機，啲細細帶啊，都係一個盒裝帶嘅細嘅，咁嗰時候咧，你入去次次都得嘅。突然間某一次係唔得嘅，咁佢而家話唔得咧，佢話間諜用品不准入境。嗰、啊、次係間諜用品，之前唔係。係啦，冇錯啦，即係邊係話你每次入境嘅嗰個海關同入境處咧，嗰筆尺係唔同嘅，因為尺嚟㗎嘛。係佢因應佢處理嘅，或者你帶譬如話舉例講，你係上影龍友啊，上去影嗰啲咁咩狗仔溝嗰啲啦，你3個 body 帶5個鏡頭，有冇問題咧？有啲就覺得冇問題。有啲佢扣留你，覺得你係走水貨噃，走水貨走咁少，嗱所以變咗嗰個就標準就冇嘅。究竟一個人可以帶幾多相機去？一班團人5個人嚇，4個都係咁帶就通過咗，但係你嗰行隊就佢揪住你，佢話你頭髮少，佢就佢唔滿意你。可能佢嗰期手緊啦，可能又醒目啦咁。佢叫你留低咯，即係登記咯，登記咗喺度，你回程攞翻咯。好。仲一講阿 Constant 媽就話咩咧？佢話要睇全體網民集體佢自首會點咧？佢話全集體自首。首先我唔贊成網民呢個概念嘅，就唔好用網民先。首先我覺得呢個係針對成個香港，我都講咗啦。今日個題目所有都走向一個方向，就是、由開放走向專制，文明走向野蠻，所有個方向一樣。網絡23条係啊，跟住高鐵，我要講高鐵都係高鐵嘅騙局。都是走的这件事，就是说所有东西就去回到此大陆，用人治不是用法治，法治条例是死的。譬如说我们有入境，我们有条条例，什么犯法什么不犯法，我们带樽酒，譬如说、啊、以前带子龙是第一公升酒，但是我们750个 CC 的，其实我们已经是一公升以下咯。我帶2支得唔得咧？2支超過咗1000咯，又750加750，1500咯，1500。但係問題咪多咗500咯？咁如果我喺你面前，我真係飲咗個500佢，咁咪得唔得啊？理論上係得嘅喎。嗱，呢啲咁就係所謂條例啊。但係去到大陸就冇呢啲嘢歌唱，話你有罪有罪嘅啦。呢啲叫彈性執法啦。係啦，佢就覺得係因應實際情況靈活處理，佢覺得好靈活。實際嗰個就變咗人治啦，人治出現問題啦，就開始腐爛啦。腐爛咗咩咧？既然你嘅想法同佢想法唔同，即係話我可以改變你嘅想法嘅方式有好多噶嘛，咁就開始有引誘啦，有動機去腐爛你啦。而你由於你又浮動嘅喎，喂，你今日翻工同聽日翻工都有機會唔同嘅噃。好似我所講啊，究竟一個人去旅行應該帶幾多部相機嘅咧？我帶3部，你覺得合理？如果帶13部咧，合唔合理啊？
你用法例寫先得。如果你唔用法例寫咧，之後嗰條條例就變咗好浮動噶啦。咁、你話十三個都算啦，以你咁嘅成藝術家又流蘇咁嘅樣，我帶三十個相機又得唔得咧？咁又唔得啦，可能有啊。係啦，冇錯，即係嗰個點樣叫合理同唔合理嗱，唔可以咁浮動嘅、有啲人覺得你三個 body 點會有五支鏡頭？喂，你唔識攝影啫，先生。三個 body 五支鏡頭好普通啦，喂，好普通嘅啫喎，其實係。咁但係你話唔合理啊？我覺得如果兩支鏡頭係賣嘅，三個 body 三個鏡頭就啱，其多咗兩個就會賣出去。喂，咁啊死啦！真係有嘢講唔清啊，大佬，我去黃山影日出係嘛？影雲海，跟住你又話俾我聽，我就唔應該帶三支我嘅。三部相機，五支鏡頭，又要我留低兩支鏡頭，或者個 body 喺你嗰度咩？寫好咗登記，攞咗你張收條，我唔敢啊！我唔知翻嚟攞唔攞得翻啊？係嘛？咁就大家信任冇咗啦。所有都係開放走向專制，文明走向野蠻，其中一個大騙局嚟嘅就係高鐵騙局。高鐵騙局騙乜嘢？佢騙嘅目的原來起高鐵用一成一千億，依家話上頂八百幾億，你唔好信啊！我擔保一定唔止，佢話唔係港鐵包底嘅，包底喎。佢話先咩先撥款後檢討，起好再追究責任。我咁樣講嘢，同呢街嘅網絡廿三條一樣，先通過再檢討。喂，唔所有嘅模式都用呢個咁嘅騙子口吻，騙乜嘢呢？先起高鐵就話俾我哋聽。啊！成個高鐵網，如果有個站唔喺香港，香港邊緣化，好啦，話起嘅時候，上屆立法會已經大家討論，喂，咁點算啊？喺邊度去做邊境檢啊？冇嚟個高鐵停咗，啲人落車喺深圳，再跟住就翻上車，又入翻香港境，喂，扯咁高乜鬼鐵啫？咪等於依家個制度咯。跟住就話啊，小問題嘅啫，一地兩檢，三條跑道又係講呢啲説話喎，小問題嘅啫，中央批准，廣東省、深圳市政府一定會配合。講呢啲咁嘅嘢，你完全唔了解中國國情嘅。中國咁難，難喺邊度？就地方不聽令中央嘛。尤其是富裕之後，嗱，高鐵嘅騙局喺邊度呢？佢根本就係想希望一地兩檢，而一地兩檢係目的係乜嘢呢？只是手段，目的要摧毀基本法十八條賦予的對香港的保護嘛。十八條保護啲咩啊？內地官員不可以在香港執法，內地法律又不可以在香港執行啊嘛。呢、這個問題一地兩檢喺個西九總部嘅時候，邊個做執行法律嘅人先咧？嗰、那個係內地官員。咁執行乜嘢法律呢？為香港法律同大陸法律天淵之別嘅喎、哦。高如拉咗尼拉慧坐幾年監，用呢個標準，我哋坐緊監噶咯噃，你知唔知啊？喺咁嘅情況之下，立法會當年點解會批准呢？哦，先撥款先，再研究一地兩檢。呢家研究到我哋嘅律政司司長話：，喂，我哋要接受國內官員喺西九執法，但係佢亦係無咗個焦點。焦點係就係話。究竟邊個執邊套法先？嗱，依家好緊要嘅一國兩制最重要就係話，我哋可以享用緊香港現有啲法律啊嘛。如果你話唔係，你要跟廣州法律，切咁你快啲投奔怒海啦！師傅唔係喎，佢對面就話咧：，誒、你唔使咁驚嘅，點會無啦啦拉上車拉上大陸？唔會嘅，你諗多咗啦。係啦，嗱，問題就係話，你點可以為一個車站而放棄咗成個鄧小平嘅設計？兩國中英會談傾咗兩年嘅兩國嘅外交會談，再個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基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嘅呢個標準，再跟住用咁多人力物力寫成咗一套基本法。依家你問題就係話，梁振英所有嘅行政目的我都話落，就係將香港變成咗大陸嘅直轄市啊嘛，所以叫摧毀個就係話表面上係邊境啦，我哋嘅新聞自由啦，公務員嗰套文官嘅所謂。按章制度啦，再跟住背後其實一個啫嘛，摧毀基本法。點解咧？就係話之前我哋講過好多次，1989年之後，基本上已經將呢個中共嘅國策扭轉咗。當初點解要收翻香港？係基於鄧小平上場，佢要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佢唔知點樣反共，點樣去資本主義，咁佢想借助香港嘅經驗。同作為國際金融港口的融資方便、人才匯水嚟幫助改革開放嘛，所以79年麥理浩先至上京秘密上京，然之後安排咗1982年戴卓爾夫人訪華嘛。
而當時鄧小平個一成套計劃就係好簡單嘅，佢計劃就係希望通過咗呢個經濟改革，經濟改革通過咗成功咗之後，一定要政治改革。所以胡耀邦要改革，趙紫陽要改革，唔改唔得嘅，因為你唔政治改革，你保護唔到呢個經濟改革嘅成果嘅。咁江澤民靈活啦，嗱呢個冇抱負、冇理想，但係有小聰明嘅機巧人士，嗰啲成果我哋分咗咁得咯。門星發大財，唔好話俾人知，我哋個公司賺咁多錢，喂，我哋三個分咗佢，因為房得三個人啫嘛。我哋分咗佢，門星發大財。好啊，嚇、啊、好啊，你冇錯。係咯，資本家都入黨可以。係啦，咁個個咪立曬啲錢咯，立曬啲錢之後，問題又嚟啦。問題就係話，成個政府、成個共產黨全部腐化，無官不貪。你諗下過去二十年，邊個官員係用自己份人工嚟生活嘅？你唔好講笑啦。你問下王光亞，港澳辦主任，佢份人工幾錢？知唔知啊？一皮有冇咧？10,000元。啊咪你查查到嘅，但係問題，因為點可以用嗰份人工嚟生存啫？生存唔到嘅，你都知道佢落嚟香港買奶粉俾佢個孫飲噶嘛，即係咁解啫嘛。即係佢要令到所有官員都係已經啊，一定要貪，因為佢貪成為咗佢嘅工作啊。佢唔貪，生活唔到啊。佢要貪埋俾上司咧，中央電視台個女主播，喂你唔跟領導上床點出鏡咧？嗰個係一個必然程序嚟嘅嗱。腐化就咁嚟噶嘛？你入去嗰個 screening 我哋所謂嘅 screening system 已經包括埋同領導上床，係各級領導喎。哦，但係冇寫明嘅，唔使寫。係啦，佢唔使寫明，但係嗰個係潛規則。咁所以變咗喺一個中央嘅中國城嚟嘅，中央領導政治局的中國城嗰、那個就係、是。咁邊個嚟想去出鏡嗰啲？你咪先啊，即係幾多號啊？三號啊？邊個 Bonnie 姐？啊！乜嘢 Sandy 姐嗰啲女女上房先啦，系啦，上房唔系上房嗱，嗰啲苦嘅地方災民上北京叫上房，但嗰啲要上中央電視台做主播嘅就上房，系嘛？嗱，呢啲成為咗一個基本上佢哋個工作之一啦。跟住你突然間話俾我聽，阿習近平上場同阿黃岐山話：喂，腐化喎，唔得，死啦！我過去二十年，我嘅工作原來依家你嘅定性為腐化，即係依家突然間有個人聽日翻嚟工翻工，話任何人推機都係犯法嘅。喂 ，Lance 推機係佢嘅工作嚟噶嘛？你突然間話佢犯法，咁點算咧？所以習近平嘅淡翻腐只能夠係作為一個權鬥嘅手段，唔可以真正反貪腐。原因就係話你信唔信啊？14亿中國人，你問一問佢哋每一個人，你信唔信過去二十年？中共的官員是靠份月薪來生活的，你連自己講出來都笑啦，你不是嘛？講乜呢啲？講呢啲都傻傻地咁咯，買根茶葉都不止嘅錢啦，點會？仲有貪污、賄賂、腐爛、男人、女人、錢銀、機會、買官，係嘛？今日突然間有新聞話薄熙來嗰個金主喺獄中44岁，突然間心臟梗塞死亡喎。嗱，金主呢個字咧，同自由世界咧有少少誤導咗。咩叫金主呢？係一個民主政體咧，一個有錢佬通過金錢嘅資助阿 Lance 嚟競選立法會，而保障佢嘅利益，成為佢嘅代言人。咁我背後個老闆叫金主，係 Lance 嘅金主，啱唔啱？係。嚇，大陸唔係嘅，大陸係爭天下嘅世界嚟嘅。佢用佢嘅政策令你變有錢佬啊嘛，所以點為金主啫？嗰個係家神家仆嚟嘅，知唔知啊？你幫我揸數啫嘛，即係話我喺香港，我淨係準 Lance 一個人賣洗頭水嘅。哇！發達啦咁又。咁一定發達嘅，你點解唔發達咧？發達之後，你幫我管理嗰扎錢啊，咁咪即係做管理嗰扎錢，即係變咗你係我個馬仔，你係幫我管錢。因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喂鄧小平、梁尚昆，佢哋唔講錢嘅。以前我大陸點會講錢？係江澤民嘅時代開始講錢啦，分咗先，立曬俾自己仔女先，拱去外邊。點解佢哋唔講錢咧？佢知道錢係好微末嘅，有權要爭錢啦，有錢有權，冇錯啦。佢做大年嘅時候，嗰條友咪走去做有錢佬咯。我問你攞就攞。我叫你包機俾我仔去呢、這個紐約開 party 就開 party， 我白話俾你邊個邊個就點樣？喂，啲錢係佢都係放喺全世界不同嘅地方，跟住佢用佢嘅權力令好多平凡人變成咗超級富豪。但係有人就話毛澤東唔貪污喎，咁樣又點解釋咧？係嘛？哇，幾清廉嗰陣時毛澤東，佢唔使貪污，因為所有都係佢噶嘛。
女人是佢噶嘛、嗯，每個女人都是屬於佢噶嘛，佢要人喺個嚇、啊、能夠服務呢個毛主席喎，啲女人感激流涕啊，係嘛？咁使乜貪污咧？唔使要錢啊！皇帝唔需要恨錢嘅，呢、這個讀紫薇走數嘅人先明白啦。紫薇呢粒星唔係富貴星，係貴嘅星。點解皇帝唔計錢嘅？一計錢嗰啲就已經唔係爭天下嘅人啦。嗱、啊，蕭何咧，當漢朝成立之後啊，劉邦要大殺功臣。呢、这個時候咧，蕭何要保命啦，張良就已經人間蒸發嚇、啊，韓信就變咗肉醬，蕭何點樣可以保命呢？翻鄉下得唔得啊？翻鄉下都啊，立錢啊，要立田地，點解咧？佢想話俾阿劉邦聽，其實我係個貪錢嘅阿伯嚟啫，我冇心去爭天下。凡親爭錢嘅人已經唔係爭天下，已經低層次嘅人嚟噶啦。你要錢啫，根本都唔係爭天下嘅人。從來爭天下嘅人要咩錢啫？係嘛？佢啲家人可以要，老長爭天下，老長冇要過錢啊！你話宋喂宋家王朝係嗰啲全部個個都賊嚟啫，宋子文、孔祥熙嗰啲，喂唔係老長本人用到，老長乜要錢啫？度度都係佢嘅，去到台灣所有都係佢嗰啲行宮遍佈成個台灣島，係嘛？佢使乜要錢啫？所以佢唔係要錢嘅人，所以你話。點解你話薄熙來嗱？佢哋嗰個地方就係咁，所以點解難搞？高鐵最可惡嘅地方係乜嘢咧？霸王硬上弓，上咗弓已經起到一半，嗯啊，唔通唔起啊？唔通爛尾啊？係啊，七成起咗啦。掘咗窿做咩啊？做地下商場、啊。喂，都好啊！你唔好講笑啦，真係話齋嘅話齋啊！仲有好多訴訟喎，啲工程起到一半唔起啊！佢話呢個時候嗱，即係霸王硬上弓，但係上屆立法會吳改儀已經講得好清楚啦，有 written 即係 written 㗎，即係有文獻嘅，即係有記錄㗎。佢已經講咗喂，依、這個基本法十八條話明香港嘅受到保護嘅法律屏障嘅十八條，就係話俾你聽，內地官員唔可以香港執法嘅喎、嗯，香港唔會執行內地法律嘅喎。咁你點一地兩檢、啊？但係佢就話，淨係局限某一個車站或者先執行中國法律得唔得咧？唔得，梗唔得啦！你局限一個車站，局限兩個車站，局限得兩三日，局限成個銅鑼灣區，局限銅鑼灣區，不如你咪當咗中環係你中國地方得，咁仲有基本法做咩？如果執法得就中聯辦都可以咁做啦。係啦，如果可以咁做，根本就冇一國兩制嘅。你咪佢劃個地方嗱，劃一個車站咪劃得兩個車站，淨係嗰度咁細啫咁樣。啊，跟住劃得一個區，劃得中環，立埋銅鑼灣係嘛，立埋尖沙咀，咁咪當咗大陸個地方。切，咁你咁樣講，淨係剩翻個天水圍俾翻香港管轄區啦，你揾笨啊！咁就變咗唔可以噶嘛，即係個人一樣，我淨要你某個器官嘅啫嘛，阿 Lens 就要個腦算啦嘛，係啦，咁又每個個人唔同啦，當然有啲人啊，入某啲器官好啲啦，咁喂，我唔好淨係要你個器官，你個人係整體咁，香港係整體，所以之後邊界有個意義啊嘛，你東北計劃就融匯咗個邊界，令到佢冇意義嗱，呢個好危險嘅，點樣會令到佢冇意義咧？就係話令到呢個邊界就好似界限街咁，新界同九龍已經冇邊界嘅啦嘛。點解咧？就話我哋個邊界冇咗意義，呢、這個就係所謂要新界市區化啦，所謂衛星城市開始啦。以前沙田係好新界嘅，你記唔記得啊？一過咗個隧道咧，搭個煤油火車，勁勁共共勁勁共共，去到沙田落去啲啊嘛，食山水豆腐噶嘛，食炒蜆嘅，行路上去萬佛寺嘅，知唔知啊？喂，呢家沙田點樣仲係唔係市區啊，大佬？是不是大埔粉嶺，所以你話原居民話喂暴動暴鬼咩？呢家班鄉親冇市民同情，暴動係需要民情。你睇錢穆嘅歷代政治得失，每一個朝代嘅衰落，民變都起，屢撲屢計。你打完呢邊，嗰邊又嚟；打完東邊，西邊又嚟；打完南邊，北邊又嚟。你唔可以撳落去，因為生活唔到啊！生活唔到，民變就嚟，屢撲屢興，屢撲屢興。咁呢個就係民變嘅一個，所以朝代末期嘅特色。但係你話喂，為咗新界丁權會有民變，你冇呃我啊！你班新界人已經享用呢種咁咁唔合理嘅丁權幾十年，1972年開始，每個人已經你話齋。有三層村屋係嘛？一出世已經係有三層了，租兩層出去自己住一層係嘛？再跟住每日淨係可以埋玩跑車、打天狗、打麻雀、賭下馬係嘛？玩下女人，喂咁樣嘅世界，呢、這個特權仲唔滿意？係啦，跟住喂，你點樣嚟嘅先個丁權？你個特權點嚟嘅？個天跌落嚟嘅咯。你個啲特權唔係天掉嚟啊！當時係政治酬用嚟噶，你係幫助英國人嘅殖民地政府打壓當時嘅土共暴亂而換翻嚟噶，所以你嘅權利係有咗土共嘅鮮血噶，所以土共同
鄉親有不共戴天之仇㗎。係咩？但係點解有啲鄉親會即係、啊、會即係同梁振英互嫁嘅咧？又係啊！嗱，依家你就話係咪用呢種套丁方法要挟埋鄉親啊？我可執法可唔執法嗱、啊？可執法可唔執法又係另一個梁振英嘅特色，令到佢成為咗佢嘅權力工具。嗯、執法應該一視同仁，任何人做嗱、啊，你好似呢、這個啊紐約市前市長啊啊呢、這個啊啊啊一個都不放過一個。啊、即係將個犯罪嘅城市變咗做成個啊一個乾淨城市，就係任何人犯法都冇遺漏啊嘛，冇遺漏，所以佢變咗就可以地自由執法啦。啊，冇遺漏就冇人敢犯法啦。呢家問題佢就唔係，如果我話我拉咗幾個十零人，嗰啲都係無權無用啲阿伯啫嘛。我話佢套丁有罪坐兩年監，我就話俾你聽，我隨時可拉你班新界人。所以你班新界人以後就要擁護我連任，否則嘅話我就大力執行套丁啊，拘捕套丁嘅套丁。過去幾十年實在好普遍，人新界都知㗎啦。所以如果要認真執法，又真係人人犯法喎。咁呢個係咪作為一個恐嚇手段？嗱、啊，你要睇梁振英個法律法治對佢嚟講，只係佢個人嘅政治工具，定係法治本身踢警隊啦？又睇下律政司啦，究竟呢個政府究竟仲係一個爛到咩程度嘅政府啦？你係咪所有個工具都只不過係想幫梁振英達到佢嘅政治目的？咁你就可以選擇性執法啦，係嘛？睇一睇你支唔支持我連任？支持連任嘅話，咁咪唔執行住咯，同阿林鄭月娥嗰、那個啊僭建問題一樣咯。我打殘咗呢個唐英年，由佢啦，唔好再搞咁多嘢啦。但係如果唐英年一直對呢個梁振英嘅威脅，我就繼續去搞佢個約克道約道七號。嗱，呢個就所有呢啲法例本來英國人遺留落嚟一套好完整嚇、啊、良好嘅海洋法系嘅啊文明法例，就變咗係一個人就係、是、我哋嘅特首梁振英嚇攞嚟作為佢政治工具啊僭建。就攞嚟打壓唐英年嘅呢個對手啊，套丁就攞嚟要令到所有新界鄉親跪低。嗱、啊，如果係咁嘅話咧，啊，如果係咁嘅話咧，你應該暴動喎、啊，啊，因為你唔係暴動套丁喎、啊，套丁有罪就唔係暴動。暴動嘅應該原因係咩？你將成套法律、成個律政署已經成為咗啊梁振英嘅家臣，即係啊，依家死咗喺監獄嗰徐明啊，成為咗薄熙來嘅家臣。點解會死？嗱，呢個就引起你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啦。因為依啲已經開始去到一個點解啊？中層幹部嘅問題啦，即係話每個中層幹部都不安。最近你如果留意國內新聞，已經個個不斷地抹槍又跌跳樓死咗，唔抹槍佢又跳樓死咗喎，係嘛？喺室內佢又死咗喎，啊，中海油嗰、那個啊政法委都死埋喎，喂，執法嘅又死，俾人查佢又死，係咪啊？抹槍又死，唔抹槍又死，即係點解啊？到人人自危的地步，究竟关唔关我事？他们过去的前半生，这些从来五六十岁的人，他前半生所做的一切，原来现在你告诉他，你们全部犯法的，哇，全部犯法的，是的，等于现在套丁，新界人就好像国内的中级官员一样，啊，犯法的，我从来都不是出粮来生活的，你都知道我的了，我有三套房，三套屋，是吗？几架车，又有女人，又有二奶，唔係咪話？你話靠我份人工，你當咗我傻噶？我仔女全部喺加拿大、喺美國讀緊書噶噃。嗱，所以成個你見到當年你要撥款起高鐵已經係騙局，唔係高鐵。高鐵背後包含咗嘅係必須一地兩檢，你根本知道嘅一地兩檢，你明知道係衝擊基本法。十八條嘅目的就是要摧毀依個基本法寫咗落嚟保護香港嘅法律屏障啊嘛！喂，當時吳靄儀喺立法會講咗，點解當時官員唔清清楚楚含混其詞呢？第三條跑步又係含混其詞，先撥款先，撥咗款得搞掂㗎啦！深圳嘅領空問題，中央會搞掂。中央搞掂得到地方啊，温家寶嘅政令就會唔會不出中南海啦？李克強仲弱勢過温家寶，就係、是、因為地方坐大啊嘛，地方坐大先有啲咁多嘅乜嘢西南霸王薄熙來啊，上海又唔得閒睬你嘅陳良宇啊，廣東一向都難搞啊，廣東省啊，點解啫？富裕啊嘛，當年貧窮。
你要靠中央撥款俾你哋，尚且地方可以聽話，因為你窮啊嘛，要我俾錢啊嘛。你依家唔同啊，地方本身富裕，賣地、房地產泡沫，跟住自己浪落去，係咪啊？資產泡沫資產，跟住你用啲資產再買一啲好奇怪嘅資產，求其畫個黃偉文幅書法都話值20億嗰啲啊，跟住擺到當資產，再銀行又借15億，跟住又唔知再變咗幾多億，供下供下之後，所有嘢都發覺係一個泡沫。嗱，大陸就係咁樣，所以變咗咧，高鐵去到依家點樣啊？都唔知點算好。你話停工啦，可能全港會拍掌，不過。唉，幾百億咁就去咗啦！一場春夢就係因為一個別有用心嘅政府，一個別有用心嘅政策。咁你話國民教育點啊？真係 hold 住，你信唔信咧？梁振英一定會執行，一定要執行，因為呢個係洗腦教育，唔洗腦唔可以根治香港嘅價值觀，唔可以摧毀香港核心價值。咁你話23條執唔執行網絡？一定執行。因為你唔執行就填補唔到控制新聞自由嘅漏洞，咁實際嘅保安嗰條23條會唔會執行？一定會執行，因為佢哋過一到一年梁錦松都咁講啦。如果當年通過咗23條，就邊有雨傘運動啊、佔領中環、佔領金鐘呢？你聽一聽，成個方向都係由開放走向專制，民興走向野蠻。好，休息陣間翻嚟，最後一部分，黃偉文一家之言。